東面，而家由404去401選擇由行東面401東。如果直去咧，左一邊咧就落 downtown 嘅 Don Valley Parkway。咁哇，今日犀利喎 ！Don Valley Parkway 呢度頂到冚曬咯，已經。所以咧喺 downtown 翻工咧，好多時啲人咧6:30就開車噶啦。去翻工係翻9:00啊，落到去啊飲下咖啡啊，摸下呢樣摸下嗰樣，同埋揾個 early bird 泊位啦。因為你早個7:00去拍咧，又平啲咁。唔知仲行係啊？我而家講呢啲係20多年前啊，因為嗰時我哋做電信啦，走落去泊車係有啲早料優惠嘅。車冇開車燈，我都著咗車燈，雖然喺入頭，因為落雨咧著咗車燈咧，有2點紅色燈咁樣，人都睇到你清楚啲。冇著就擲細啲。冇話唔得嘅，都係合法嘅。大家有冇諗過落緊雨嘅時候，如果冇帶遮、冇著雨褸咧，你要去目的地，你又跑去啊，又慢慢行去啊，邊一樣淋得個身濕啲咧？好似有啲人用數學嘅形式去推論過嘅喎。我就唔需要用數學形式啊，因為又唔識咁深奧嘅數，我就用自己嘅感覺啊，梗係跑去著數啦，你起碼
個身唔使索咁多水先啦，同埋你個身濕咗水之後，一路一層一層咁索落去個底衫嗰度啊嘛。我記得一次就是跑去個目的地嗰度，有一次啊，嗰時住黃大仙徙置區啊，我有個街坊咧叫廖明華，咁廖明華咧有一個大哥哥嚟啊，大我幾年咧，出咗去，即係小學畢業就走去電子廠嗰度做嘢啊，以前真係窮啊真係，咁啊14歲就開始可以拎個兒童證去做嘢。可能未到14歲，佢都借咗一個兒童證，因為做嘢都唔定啊。因為以前嘅兒童證啦，14歲嘅兒童證咧係冇相啊。你揸住個證啦，去人哋嗰度，人肯請你咁樣，你就可以做嘢嘅。咁嗰時呢個哥哥咁，佢應該就過咗14歲啦。咁有一次，因為佢成日教下我啲電子啲嘢啊嘛，咩？即是我第一次睇接觸到他標啊、辣雞啊，都係喺屋企啊。咁一次唔知點樣講到興起咁樣，走咗出去新蒲崗。嗰時嗰間國貨公司叫中，唔係中原啊，叫做咩？中原就係即係賣被鋪啊，賣啲糧油食品啊嗰類嘅。好似叫東方國貨，咁個冷氣好靚嘅，有兩層。咁咧一路沿住大城街啦，行出去嗰條係咪叫做新蒲崗啊？行去新蒲崗嗰條街，英華戲院嘅嗰條街，嗰條街個名字我唔記得咗嚟嘅。咁啊，行到大坑嗰度啦，突然間啊，哇！個天黑曬，砰砰咁落雨落嚟。咁啊，兩條友就一路跑，跑咗去東方國貨，真係哇！淋到濕曬，我記得嗰時係著住件短袖恤衫咁上下嘅，好薄一件衫。咁入到去有冷氣啊，咁一路睇嘢，睇下啲他標啊，佢又同我講下啲咩嘢唔識嗰啲，佢又講下俾我聽啦。咁我仲記得嗰時有啲大陸相機啊，海鷗啊。有海鷗相機啊，海鷗嘅放大機啊，咁樣好多國產嘢啊，但係仲有好多架撐啊，啲梗頭啊、士巴拿嗰啲。你如果買正宗美國嘢、英國嘢就貴啊。如果你簡簡單單，你唔要降水好靚嗰啲啊，買大陸嘢真係慳翻一大截可以。咁嗰時啊，入到去。濕到透曬咁樣，咪俾冷氣吹下啦。勝在夠後生啊！咁咧就決定咗，等個身咧俾啲冷氣吹到乾曬，因為冷氣係將個水隔走咗啊，吹出嚟個冷氣其實好乾嘅空氣啊嘛。除咗低温之外咧，仲係低濕度啊。無奈一陣間咧，藉著自己嗰個身體個體温啊。同埋冷氣乾啊嘛，一陣間又吹到佢身乾翻曬。咁而家當然就話唔好啦，即刻要換個衫啦。但係嗰時邊有得換啊？冇錢啊嘛。如果而家嚟講就諗都唔使諗啦，咪更衣室嗰度，唔係就去揾下，有冇啲？恤衫啊，整翻件底衫啊，咁樣乾嘅咪即刻買件換咗佢咪算咯，係咪？因為而家
家唔係話有錢，即係而家鬆動啲。同細路仔嗰時，細路仔嗰時啊，等於係赤貧嘅嘛，大佬住曬市區邊有錢啫，冇錢。以前嗰個細路仔嘅時候咧，覺得係時間好耐嘅喎，即係好耐咧。哇，過到年初三就已經可惜嘅啦，感覺到，有年三晚初一初二就好啦。而家初三啦，新年都完啦，有排等先至新年。而家唔同喎，嗱，我覺得早排新年啦，而家已經係清明嘅喎。陣間食個五月粽，跟住啊切盒月餅，咁又聖誕嘅咯，聖誕跟住又新年啦，好快喎！好話唔好聽，好快脆死啊！因為而家過咗60歲啊嘛，啲朋友啊、同事啊咁啊，死下死下都死咗好多，唔係講笑啊真係。即係大家嘅感覺唔同。同埋對錢嘅感覺又唔同啦。即係你而家俾100萬我，同埋我喺10多歲嘅時候，你俾100萬我。你嗰時俾10萬蚊我，我已經好好啊。而家俾100萬我。作用唔係冇，但係如果年青嘅時候咧，你揸錢咧同而家揸錢咧，我感覺唔同，因為冇乜地方好使咁，唔知點使，使咗又驚揾唔翻喎，係咪？咁真係冇乜用。你睇 Elon Musk 啊 ，Elon Musk 大概係。20多歲就揾到第一個2200萬美元喎，咁而家嗰個身家啊天文數字啫嘛，佢就係夠膽啊，夾搭咁啊倒落去，唔得又倒，一路冧上去，咁樣然後先至累積到資本啫嘛。資本就係咁啊，累積到先至係真錢嚟。累積唔到你好快脆嗰啲錢咧，就俾通脹食咗噶。佢突然間個政府話，印幣或者發債1000億、10000億咁樣，即係市場上多咗呢一扎錢噶咯。咁你有限嘅商品。俾你無限的通用貨幣去賣的時候，咪溝淡咗咯。即係政府不需要攞你的錢嘅，佢只要發行貨幣的時候咧，佢就無形中咧喺你的荷包度盜取咗你的錢啊，就係咁簡單嘅。啊，今日做乜鬼啊？入仆街啊！好慢啊！啲人唔敢啊，因為這邊呢邊咧係快線嚟啊，咁樣冚落嚟啦，你要睇到好清楚啦，然後先至咁樣俾出去。因為呢度速度慢啊嘛，而嗰邊隔離嘅速度快啊，慢溝快嘅時候，你一定要呢度咁頂住又加速唔到。你話應該加速出去啊咁樣，加速得到先算啦。你想撞落前面嘅車咩？我不知道為什麼，總之就很慢，還是前面有一架很慢的車在頂住了。是啊，前面有一架慢的車，變成辣車都慢了，因為多得去不少。不要緊啊，
翻嚟啊，唯有。佢話左咳右咳，因為左右插花咁啊講嘅啫。嗱，有一個人插緊上嚟啦，唔怕死咪得咯。而家好似大雨咗啊！越整越大，越整越大啊！不過而家都算好彩噶啦，係即係有日光啊！如果夜晚遇到呢啲咁嘅落雨咧，就仲危險。以前咧，香港嘅屯門公路啊、青山公路啊嗰啲啊，遇著啲咁嘅衰人咧，掟石網啊，夜晚啊，特登將啲石擺喺啲馬路嗰度，等啲車撞埋啦，爆胎啊，跟住又走嚟幫你救車啊，咁樣掠你一筆。你睇唔到一撞埋佢啦，個前面嗰、那個咁咩啊？定向個教位啦，因為叉形嗰個嘢斷噶，嗰、那個好薄弱咋嗰嚿嘢。日頭就睇到嘛，識得閃避嘛，夜晚冇得閃避啊。附近嗰啲車房嗰啲老細等錢使咁，你就死了。所以而家越野車咧，前面咧要裝四支遠距離嘅燈，就咁解啊！要睇清楚夜晚有冇啲咁嘅動物經過，有冇啲石頭咁樣啊、水氹啊咁樣啊。因為車速又高啊，所以要四個裝四個電飯煲喺上面，電飯煲咁大嘅燈，哇！遠睇好似你一擺個四個電飯煲喺度嘅。唔係講少啊，真係好似落星牌啊，大好電飯煲咁大啊，支燈，因為點夠照啊，因為可能夠照啊，佢嘢都係咁樣嚟嘅啫。準備買咖啡，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